蓝湛，你的腿没事吧？无事。蓝湛，咱们也算是出生入死的交情了，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这腿真的没问题啊？无事。哎，什么事呢？都不要逞强，要不然我背你。 我们现在这里休息一下，去喝喝水吧。陆无倩，你又想做什么？没什么。蓝湛，我去给你打点水。 你还真是会为某些人着想啊，生怕他们累着。你多虑了，最好是这样。文清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该为那个宝贝弟弟想一想。别给我搞什么鬼！都给我起来，继续赶路。